老板，糖怎么卖的？大的贵，小的便宜。你啥都会画吗？我啥都会画。那你给我画个艾草。啊，可以啊。画吧。好。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这就是爱。来，多少钱？啊，多少钱？10块钱。哎，我买一把艾才2块钱嘞。这个跟艾比？我不要烂了。我这才在摘艾嘞。啊。